我们开立体球，他现在说这个厚度十公分的平行玻璃板，一光线以入射角五十三度这样射进来，结果呢，它的横向位移是 3.5。他问哦，玻璃哦，它的折射力 n 是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？我们哦，这个折射力假设 n 嘛，那这个就是西塔，那是一啊哈 ，sin 五十三度，等于这 n 哈，它乘以多少呢 ？sin 西塔，啊这西塔这也是西塔，好，现在 3.5 等于多少呢？ 3.5 哈，是等于 AB 这个线段嘛？啊，乘以 sin 这个角度 ，sin 多少？这个角度是因为这是对顶角嘛，五十三度减西塔，五十三度哈，减西塔。但现在问题是 AB 等于多少 ？AB 哈 ，cos 西塔呢，等于十。所以 AB 事实上是 cos 西塔分之十。所以这多少？这是 cos 西塔分之十，啊乘以多少啊？这我把它展开来，展开来的话，我把它写在这里，等于多少呢 ？AB 是等于 cos 西塔分之十乘以这个，这展开来的话，等于是 sin 五十三 ，sin 五十三是五分之四。cos 西塔减掉 cos 五十三是五分之三 ，sin 西塔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就会等于多少？这约掉，我这五约掉，这剩下二，这是八，我二乘四是八 ，cos 约掉，减掉多少？二乘三是六，六。sin 除以 cos 是 tan， 好，那这样呢，我这个西塔就可以算出来，得到哈六倍的 tan 西塔，等于八减 3.5， 八减 3.5 是 4.5 的，两倍除以三，三一三三五四。这样得六，二分之三了，所以天正西塔是四分之三，等于四分之三，所以西塔是37度，哦，西塔37度，所以折射力就可以算出来，哦，这是37度，那sin五十三度这个是五分之四，啊，这是等于五分之三了，所以哈。n 就等于多少呢？三分之四，哦，五约掉，那三除过去 ，n 就等于三分之四。